我叫做季鸿斌啦吼。啊，过去啦吼，差不多五十岁时阵啦吼，即嘛七十岁啊。五十岁时阵吼，想讲我拢唔捌台湾历史啊，空空去用国骗来骗去。啊，头一项代志假骗的都是啥物啊？讲五凤五凤啦。迄咱小学都读过，真是威灵的吼、哦，啊，那会变做迄、那个是讲是假的啦。诶、欸，啊，搁起个一间庙，水水水的吼、哦。诶、欸，啊，既然这个五凤是一个上低级的公务员吼、哦，拢甲你骗啦。啊，你呐做较大官的吼、哦，做将军、做领导者的人吼、哦，伊无骗你，敢袂？我感觉真是奇怪，绝对骗你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买红片，都来研究咱台湾的历史。所以我唔是读历史系，我是读商学系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对历史有认真啊去读。啊，读写下来吼，我写超过100万字，有几本书在卖。但是上重要，我的迄个网站吼、哦，已经有57万人进去看，吼、哦。因为100万字哦，你要查什么资料，啪一下就查到我的哦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讲的，正确的台湾历史，哈、哦，这个我头前的部分哦，真简单的小可一笔带过了哈、哦，都无详细解说啦。什么理由？就是以前前期班的有讲的，啊，小可让大家知影一下哈。哦咱古代台湾的名叫做东提夷州琉球，吼、哦、啊，对，这个都拢唔是记台湾，讲海外有20余国啦，即所以即我白讲的吼、哦，啊，包括台湾算一国，台湾唔是国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近代名称有这一堆啦，吼、哦，其中爱注意，即叫做台湾，即叫做台湾，安尼写得对啦。写台湾就是台湾嘛，唔对，哦，所以咱为什么这个名，就是因为咧台南遐平埔族的人讲，迄个所在叫做台湾，啊，去到中国吼，完全的管吼，改改做台湾，哦，所以咱才讲咱的名，西方世界敢那叫台湾一个名 ，Formosa。Formosa 1557年，葡萄牙人经过台湾的时候，哎，讲这个岛屿真水，啊，都改叫做 Formosa。啊 ，Formosa 到其他地方也个第一，哦，咱 Formosa 就嘛得了第一，吼。啊，其他的吼，那 King of Tai， 而且 Tya 台湾，这发音才正确。那 King 不是 Tai， 那是 Tai， 而且台。台湾哈、哦，啊，咱台湾有特殊的台湾笑、台湾军，甲中国不共款，因为咱学先进的荷兰人的制度，16进位，中国不一样，哈、哦，啊，中国笑、中国军吼啊乱七八糟，哦，因到两支笑、一支笑，甲你较长的吼、哦，要甲你买物件，摕较长的出来。啊，要卖你，摕个地出来，哦，啊，就中，中国人叫做印度叫做哦，北京话叫做胡语啦，啊，胡说八道嘛，吼、哦，胡言乱语嘛，吼、哦，要去降降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笑、台湾滚，吼、哦，就由这个中国沿海，吼、哦，各省吼，拢要做生意，讲摕台湾笑来用。因为台湾笑拢，大家拢大家笑拢平等。因为台湾有先进的文化，为荷兰时代，咱都进入去世界舞台啊！哦，啊，台湾军嘛是同款。啊，这16进位有啥物好处？一军16娘嘞，吼、哦，半军8娘嘞，吼、哦，大家讲啊真实嘞，吼、哦，这有啥物好处嘞？16进位吼、哦，16进位。即马电脑已经用16进位嘅，吼、哦，十六
加十六、三十二、32位员，啊，以前叫16位员，啊，佫较早8位员，你毋知记袂？啊，讲256颜色，色256，虾米个256？十六乘十六等于256，所以这十六吼，这个速度吼，咱在400年前咱就用十六进位啊。啊，这张图吼，我即马真紧地讲啊，就讲这是台南的地图，荷兰人入来台湾1624年，以1626年因荷兰人画这个图。啊，这个图这是吼，这是安平古堡。安平古堡了吼，啊，这是赤坎楼，哎，啊，中央哪有海，东西遐都是海，内海，吼，所以这个卖讲，哎，迄阵都无海咧，咱即马都无海咧，啊，但即马是即马海，即马海已经叫300年来吼，拢有迄落风台啦、沙啦，吞吞起来，安尼无去啊，吼，吼，这张是改，同款迄张图改翻译。哦，翻译做这个汉字，吼、哦，爱注意。只要日本村落，只要十二间厝，只要十二间厝。换一句话讲，日本人骗汉人较早来台湾。啊，遮咧，遮写平湖渔村，遮六间厝，安尼是啥人来较侪？啊，这。澎湖渔村是汉字哦，那是叫因个荷兰字哦，即讲汉人海盗。哦，安尼怎样？那个即有当时吼，拢家己个垃圾代志看讲起来，海产都海产嘛，吼、哦，汉人海产，吼、哦。啊，码头下个原住民的反抗，迄、那个荷兰人、英国人，吼、哦，伫16世纪来个东方的时阵吼，因讲吼。因为中国人哦，头壳很笨，未进步，无思想。因伫1517年吼、哦，马丁路德吼、哦，就16世纪马丁路德吼、哦，宗教改革，要未改革以前吼、哦，甲台湾同款吼，哦，拜佛咯，烧金纸咯吼，吼、哦，啊伊烧金纸。马丁路德讲烧什么金纸？这个金纸，伊个金纸甲台湾的金纸无共款。台湾的金纸是你买草纸，顶头扎一块金箔啊，啊，唔知要骗啥人？你烧烧，唔知要骗啥人？咁想讲去摕到一个草纸啊，呢烧一个金箔啊，都讲钱呢。伫欧洲世界，唔是安尼，你爱摕100个钱，只能讲换个新台币，你摕10,000块来。甲买一公赎罪券，予你伫天顶的罪下面10,000块。啊，你若交10,000块，下面你10,000块，啊，你交愈侪愈好。啊，马丁路德讲，即款人都骗人的嘛。哦，咱是骗鬼，啊，伊毋知咧骗啥人，伊骗人嘛，哦，哦，啊，就所以改革，所以因思想开放。咱今仔日踮遮，即民政府伫讲即挂代志，你有注意到？为林朴树开始讲起，都是伫开发你个头壳个思想。咱过去头壳内底拢藏一挂粪扫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挂粪扫家己慢慢唔知影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咱就靠即个民政府踮遮吼，多开即个讲习班吼，哎、哦欸，咱来讲即个粪扫伫倒，啊，我即个是吼。哦清仓啦、啊，哦，历史上的清仓。这当时荷兰人，因讲，阮两个荷兰兵，两个英国兵，都用拍败你中国人哦，50名兵啦、啊，2:50啊。哎，这个有这个要记，哦，我读历史讲，哎、欸，啊，陈胜讲人拍赢荷兰人呢，哦。啊，毋着荷兰人输伊咧，吼、哦，但是爱注意。我甲你讲细节。1661年，4个队，陈胜公来拍台湾，
带25,000名兵，这个数字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就是台湾有多少荷兰兵，总啊共啊最多记录、哦、是2,000名，啊，就1,000名，台南是首都、哦、所以较侪人，出来拢派去为国人伫哩中华、新竹、嘉义等等吼，安派去。所以，第一台南地区无到1,000名。李成功阁开10个月的时间，呾有法度甲荷兰人讲，啊无，安尼好啦，我走啦，吼、哦。荷兰人要走的时阵吼，爱安怎走？因的文献讲吼，阮爱拍鼓，伊讲会使，互你拍鼓。阮爱排穿，会使，啊，迄穿拍开吼，袂使藏是在穿起的吼。啊，提旗啊，啊，也够你爱甲准备迄、那个吼。阮为遮开，为台南开船哦，要开去巴达维亚，巴达维亚就即卖，印尼的首都吼，雅加达啦吼，迄阵叫做巴达维亚。啊，中啊，啊，经过几礼拜的船，的食物、水，拢甲船好放喺船内。啊，提前讲拢甲准备，安尼好。啊，阮伫台湾的所有的即个白人吼，拢甲叫叫我来，啊，甲伊的惯俗，拢一群拢上走。这是荷兰人虽然战败，但是真光荣，安尼踢走。李成功开将军一年的时间，他怕，嘛是2-50嘞，对不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无。啊，原住民马道下的原住民哦，伊安怎反抗？马道下在台南嘛，啊，遮哪有台南人？你都爱注意。当时哦，荷兰兵派一个台湾，啊，去到马道，叫马道的人哦，讲来来来来。少年呢，拢甲去山顶，咱到顶来拍汉来掠汉人汉贼，啊掠几工掠无，啊掠无打紧。黄昏的时阵到个码头溪，啊要过溪，啊溪水吼无偌深啦，吼、哦，啊码头人就讲，啊无我甲你挨啦，吼码头就是边埔族的吼、哦，注意，甲你挨。诶，荷兰人讲好啊，伊62名兵嘛吼，互你爱。啊，一个讲啊，你去请我来甲你派，啊，我好互你派。哦，啊，就几大堆人，啊，就踮咧溪顶，就伫过溪啦。好啊，即个马道下的人就1、2、3，甲堵落，甲荷兰人哦62名做一群堵死。你若用我迄个 muscle 吼，就是讲用我肌肉的来减吼。你一个人无一定见赢，两个人绝对见赢一个嘛。吼、哦，啊好了，啊这所以吼、哦，马道下的原住民吼、哦、是做这款的动作，用个弱势武力吼，赢、哦、去强势迄个武力的荷兰人吼、哦，所以荷兰人甲这条溪叫做摩萨加之河啦，这条溪吼改名改摩萨加之河。啊！但是这个时阵吼、哦，这62个人拢被杀死了。但是因为日本人吼、哦，还有滨田弥兵卫的事件。滨田弥兵卫的事件是啥？是日本的船长，吼、哦，无甘愿荷兰人对待伊迄个叫做次等国民的迄个处理方法，啊，全甲荷兰人吼、哦、起冲突，吼、哦。去什么乡村呢？哈、哦，哦，我这哦，第一只，哦，甲荷兰长官给压在涂骹，这是日本人话，哦，甲红毛人，哦，滨田弥兵卫，哦，在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荷兰人话，或较新属这伊啊电脑，哦，这荷兰人话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近代的人话，哈、哦，啊，啊。这张图吼、哦，这是日本人在这个安平古堡的外口吼、哦，
刻一个酒碑，讲冰田迷兵卫的书籍，啊，刻个一张这个碑顶头，啊，中国人来，啊，迄碰碰民族嘛，就甲你敲起来，啊，写安平古堡啊，变的。哎，你卖笑，这二队嘛是迄抗日英雄碑。我讲咧，迄日军登陆的地点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吼、哦，阮老爸甲讲，台湾报纸爱点到头看，迄头我细汉的时候，伊都在甲安尼讲，啊，大汉才知讲即个意思，即嘛爱点到头看，安平古堡后壁也够有迄款内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头前咱有几项无讲着，就是吼、哦，即个。这是摩擦架，这个是跟人，这是叫做 junk，JUNK， 英语什么意思 ？junk， 您未必搞懂哎 ，junk 笨手嘛，啊 junk 嘛，都、就是外地的物件叫 junk， 啊，一台船去用叫做 junk， 哦，都、就是意思哦，这笨手船呐，这台那叫做笨手船，一前进都不会后退的，哦，可以顺风不能逆风了。junk， 这岩石这是头一个，这是海产啦吼，在日本做海产，吼、哦、做倭寇。咱的头壳内底倭寇是啥物意思？日本强海盗叫做倭寇。啊，我一个同学在日本吼，看我讲，哎，啊，你在台湾做咩？我讲在写台湾历史啊。啊，伊转去日本，吼、哦。伊就去日本读留学，去日本，伊嘛要写历史，啊，专研究明代的时阵的日本甲中国的关联，啊，都倭寇，啊，尾就研究结果就讲倭寇80%是汉人啦，所以甲咱头壳想的，多点多卖，咱想讲倭寇拢是日本海产，无汉人啦，哦，汉人的生活较歹，哦，倭寇。啊，这是严丝起义来对大倭寇啊！啊，这张图吼、哦，爱互你看，咱卖甲中国想讲遐尼大，无得食。这是迄个秦汉的时阵吼、哦，的地图啦。这张图我是安怎来去找出来？因为韩国人讲哦，北京因占领，我讲后许代志，我北京哪里占领？啊，都有影咧！看这就高句丽，这搭毋是北京的所在嘛？哦，啊，即过来，啊，即高句丽嘛，占北京。哦，啊，即三国是第一家那鸟哦。哦，西藏枪也较大个哦。哦，哦，对吧？啊，北宋是第一家，啊，即大辽帝国，即嘛北京嘛，不是别人占去，啊，你几千年嘛，对吧？哦，明朝。明朝北京地有这个汉人占掉，哦，啊，这蒙古、这大金、这是满洲的有满洲人，哈、哦，啊，清，咱的头壳内底藏的地图，哈、哦，以这个做根本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中国就这大，其实不对了，哦，哦，啊那。这是乌鱼吼，啊，奈台湾为台南开始开发，因为台南出产乌鱼，每年的冬至都一阵乌鱼收来，啊，一阵乌鱼吼，这阵乌鱼密度真高，啊吼是乌鱼条，那叫做条啊条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乌鱼一大堆，伊的收法就是讲。一只塔，一只，一只塔，一只啊，几排安尼收的，毋是乌鱼群啊啊啊！所以咱要掠鱼的时阵哦，你爱摕竹竿哦，去甲乌鱼讲开较散，啊，再拍网啊，啊，无网啊，拍袂落去。你看卖乌鱼安尼搞，哦，啊，我伫写圣经哦，就写讲摩西离开埃及，吼、哦。带埃及的差犹太人入去迦南地，
啊，伫旷野中间四十年，啊，食啥物？食玛纳，天顶落落来。哎，这神话故事嘛，讲天顶很大食物来。吼、哦，哎，啊，看到台湾历史，这是上帝赐予咱台湾的玛纳。咱当作天气冷的时候，上欠雨，上欠食物的，啊，就是为海上上来，上七八百年，到到即阵也阁无，也阁无停。哦，啊，即马中国人岁月都甲你掠去啊啦，吼、哦，伫上元吼、哦、都甲你掠去吼、哦。所以即个拍乌虎子，吼、哦，即大家拢捌食着吼，你都知影讲，即、这个就是咱台湾的迄、那个，吼、哦。啊，日本奈无占台湾，因为日本吼、哦、受到西方世界迄个文化、经济、军事的侵略吼。哦伊开始1633年锁国，袂使出去，人袂使出去，啊嘛无爱互你入来。不过日本人哦，有开放一个港口，叫做那个萨奇，长崎啦，吼、哦，长崎开放，温准澳洲人入来，吼、哦，啊嘛，这个所在变成开放的港口，所以吼、哦，会歌吼、哦，日本流行歌吼、哦。有长崎姑娘，无 Tokyo 的姑娘哦。就啊，唱长崎就是长崎甲西化嘛，哦。所以这个日本迄阵的头壳吼，甲中国人的头壳同款，拢推推，哦。爱注意，满洲人用什么文？满文。蒙古人用什么文？蒙古文。啊，都伫隔壁啦，尔啊，奈无爱用汉人较早都发明的文字，奈无爱学，因为过不了长城呐、啊，所以即句话吼、哦，汉文过不了长城，所以长城是一个吼、哦、好处吼、哦，就是讲防止匈奴入侵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读的。啊，缺点无讲，缺点就是讲。你的文化嘛，无法度去感化人家，哦，这一好一歹啦。啊，所以咱爱利用这项代志，那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嗯，我说哦，东城以北拢唔是中国的，这政府，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哦，哦，这个，所以这个1599年努尔哈赤。完全的努尔哈赤，封蒙古文、藏文，创造满洲文。啊，我伫看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西藏都离这个满洲都离真远嘞，安奈个乌嘞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有一张图，这张我去纽约伊诶图书馆翕的，这是 Tibet 就是西藏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加些 China。啊！但是特别的东西够阿吃，这么大，啊！这蒙古里啊，一个蒙古接壤，哦，这种多多是做证据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长城的位吼，哦，即马安尼看起，所以这以北个吼，拢唔是中国的土地啦，啊，新疆、西藏、吼、哦、青海这嘛嘛，拢嘛唔是中国的。这个一个这样代志爱讲，就是讲这个新疆文书，就是讲荷兰人来台湾，看到屏幕做无文字，都教你用个罗马拼音的方式教你写新疆文，吼、哦，啊教新疆文，吼、哦，这个所以有开班有教你字，这个新疆文流行到偌久，你知？流行200多年，要到300年，到到日本时代，吼、哦，到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来了后，搭渐渐这平埔族的人袂晓讲新疆文，全搭无，无本来这新疆字吼、哦、是做迄落买卖契约，吼、哦，会记录，吼、哦，啊捌这个罗马字的人吼、哦，叫做驾车啊，吼、哦，叫驾车。啊，这就是用个新疆文写的迄个马太福音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
啊，咱台湾出产黄金，出产黄金的时候，因为荷兰人来台湾看到，哎、欸，哦，那家是诶，破炼用个黄金做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就去找黄金，啊，找半波，找无，力不及回，伊去找倒位，找今麦诶利物浦，花莲诶利物浦，迄呐风台好个，大好个。这溪沙堡拢有一粒一粒的金角啊，通捡，通碎金啊，吼、哦！但是一切唔对，佮往北行吼，啊，拄到西班牙人，伊阵退倒转来，吼、哦。佮讲 silent trade， 吼、哦，即荷兰人的记录。虾米叫 silent trade？silent 英语就是讲无讲话叫 silent， 吼、哦。啊 ，trade 是贸易，无讲话用做贸易是虾米代志？什么人会用无讲话做生意？咱即马啊，迄阵也无 fax， 也无 telex， 也无 e， 迄个 cell phone 拢无咧。啊，无讲话奈用做生意？你看卖，因是安怎做生意？咱台湾人即台湾民族，甲中国民族无共款。台湾民族，我阵啊有一块金角，我要卖，啊，我就去大路边啊。一块大石头的顶头，放一个大箬啊，吼、哦，放落去四角四角，放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石头个底条，中央啊，甲黄金放个内底，啊，我就做啊走，即荷兰人写个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做啊走个时阵，其他个人经过遐看，即块黄金毋是那个土块。这是人故意放在那里，欸，他要卖啦，啊，你身故有钱吗？没什么财产，啊，这样就嫁去，虽然爱那块黄金，但是也嫁去，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人，有占占落皮，这个黄金我也爱，好，我给你拿，啊，两个落皮给你放下去，哦，啊，他就走，啊，原始放这个黄金的人过一两礼拜，搁喂下鸡，哎，哦，变两领鹿皮，啊，个两领鹿皮，提倒转去，即完成即交易，所以即叫做 silent trade， 全世界干那台湾民族做即个代志啦，尔啦，啊，尾就叫人污染着迄个中国民族来污染，哦，啊，咱尾就。正经发现黄金在倒位，你知？在鸡笼河。鸡笼河那发现黄金，差不多是1895日本人来，1889，吼、哦，日本人来前几年，迄、那个要做一条铁路，为这个北门遐吼、哦，做个鸡笼，啊，经过七岛。一个鸡笼河的时阵，啊，挖土骹的迄条做桥墩，哎、欸，发现到金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一日都有3000个人来伫洗金嘛，哦，啊，洗出来金嘛偌济，你知？我甲伊算起来吼、哦，十年前我写书的时阵吼，一日一个大波人能赚13块新台币，哦，到18000。啊，若公司经营的吼、哦，一日赚200万也有啦。啊，13块，那十年前的13块，即马可能成300、成400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有遐侪黄金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大家少年家，大家拢嘛有钱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自然就伫高分啊，开始就有人来，设酒店，设餐厅。唱卡拉 OK， 吼、哦，拢来啊！哦，所以高雄啊，那只闹热，迄深山哪来？一只闹热，一所在都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西班牙人，哦，来台湾的北部的时候，哦，伊甲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和平岛，和平岛是即卖啥？这鸡笼即卖在做中船呐、啊，台船呐、啊，台湾造船厂啦、啊。以前是台湾造船厂，变就改做中船，啊，变就中共来抗议，啊，所以佫叫做台船啦、啊。
台湾船业公司哈，这叫做圣萨瓦多。这大概啊，即卖迄个萨瓦多城诶，迄个萨瓦多国诶，迄个首都叫圣萨瓦多港名啦吼。啊，即、这个西班牙人老诶台湾，抑阁有啥物名老掉？有啥物名是用个西班牙文写诶？啊，对，三条港，三地阿哥。好、哦，圣地亚哥就是三条港，啊，当然人讲圣地亚哥派发音三条港，啊，都叫三条港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啊，晚清吼、哦，晚清统治台湾吼、哦，真害嘞吼，满洲人不爱伫台湾啦，满清皇帝康熙吼、哦，虽然知影讲台湾已经和这个。和这个西隆占着吼，啊，西隆一占台湾吼，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18000家，西隆甲7500家跌落地啊，家己包，啊，剩的这个将军分一千家，迄、那个分一千家都分无起来了。啊，是康熙皇帝讲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得着台湾乃配他的大。得到也无加什么，啊，无去嘛，无差啥。我做亿万富翁，托下一个10块要扣嘛，要扣也唔扣。我玩这个药，我都无瘾啦。好、哦，这是康熙皇帝。啊，康熙皇帝哪会这款想法？你还知啊？汉民族是一个奴隶民族。这奴隶个什么情形呢？这满洲人第一六。44年拍入去中国了吼，伊全国的人口无到60万年囡啊，查甫人无到60万。第汉民族偌济人呢？有到世金的6000万，啊，佮加无清到世金的加起1亿。所以讲，王国无到1%的人管着中国，所以。得之无所加嘛，我已经赚100倍以上的所在啊嘛，去之无所损嘛。康熙皇帝讲安尼，吼、哦，这都是正确的讲法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要统治台湾，专派，伊讲本就兵派，袂使派来，所以干那用派汉人兵，啊，派汉人兵，西隆就该建议，建议啥物？你若要管台湾吼？哦伊讲台湾好处是沿海四省的屏障，这头一句话，这皇帝听落到就不会爽。第二句吼，派去的兵官3年1任，来调都等来。哎，康熙讲安尼对，迄、那个吴三桂吼，就是去云南10年了，转到反清啊咧，吼三藩之乱呐、啊。我拢无叫三藩之乱，我三藩诶改革，三藩抗清，吼、哦，啊都反清啊咧吼，所以3年也未做成，所以来台湾做官，来台湾做兵，3年1任，吼、哦，啊虽然啊即个来吼、哦，就是要贪污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虽然台湾流行一句话，3年官，2年满。来台湾做3年的官吼，2年就落地啊，地甲满满满，吼，这叫做3年官2年满。搁刷落去，都甲台湾民族关系，袂使娶婆仔囝来。清朝规定你袂使娶婆仔囝，奈袂使娶，你婆仔囝囥喺中国做人质啊！你若咱们台湾甲无法，我都甲你抬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都无查某。所以，咱吼先民为中国来台湾，咱爱经过乌水沟，啊，因为袂使坐大台船，拢用过迄落木渡、小木渡那尔，经过乌水沟，啊，有一句话：10起6死，3老1回头。10个经过乌水沟，6个死乌水沟，3到台湾4个。3老1回头，一个嘛讲台湾嘛无好大，啊、哦、1回头，
所以鲜明是安尼。啊，来个台湾弄就弄罗汉卡，你第一步这税台准你也无造什么财产，占一箱卡来啦，然后啊又行来行去，啊就叫平埔族少。平埔族是母性社会，母性社会是查某人掌管，查某人得到这个财产。财产是有查某的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专甲这个招达波来做翁啊，做翁就达波红招啊，这个汉人大家都讲好啊，啊，互你招啊，哦，但是生出囡仔要叫啥名？名简单，哦，但是要姓啥物，因都平埔族都无姓，啊，都还姓汉人姓，所以这个原因难来，哦，这都、就是。这就是这个，所以以后林玛丽，往过林玛丽是一个医生，在马街病院，也是一个教授。伊往过血统 DNA 去检查，伊讲咱台湾人85%是平埔族，所以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不能等号。85%是，好、哦，啊，我即摆问一句话。恁厝诶，若有安尼情形，小可举手一下。讲吼，恁老若做了有结婚诶喜事吼，讲母姑坐到位，有诶人不听个，我举手。大家拢听，大家拢嘛比伯说，这就是比伯说诶证明嘛。虾米奈母姑坐到位？我细汉诶时阵讲虾米母姑坐到位，毋是阿伯坐到位，老爸这边诶大兄。那无坐到位，叫老母这边的哥哥弟弟来坐到位，这对母系社会老来，所以真简单讲起来，恁拢毋是中国人了。一句话安尼讲落就对啊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我用个历史来证明，吼、哦，卖去用骗去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万千吼通敌吼，要用个分化。分化，甲你安怎分化？互你吼各种的，有只有几个名厝啦，吼、哦，甲你分化。即个闽客斗，葫芦人甲客人落去相待，吼、哦，无下。漳泉、漳州人甲泉州人讲话无啥共，吼、哦，擂台，吼、哦、啊，县级斗、竹性斗，啊，搁一个客斗。客家人甲客家人落去抬，嘿啊！大家拢正听话，全拢去抬咧吼，吼、哦、啊！抬甲大家吼、哦，到即阵吼，一个族群也无法度融合。你看美国，你若当去美国出生的，拢是美国人，无管你的皮肤，哇！美国迄复杂个不得了，宗教，你信回教、基督教，拢总是美国人。但是美国无发生宗教战斗，无发生迄个种族斗争。你看人先进的啊，而且是中国的吼、哦，澳博吼，恁、哦、落去查吼，恁查查查时吼，啊，我著做官三年，官两年半，啊，我时间到我著回家了吼、哦，啊，恁去过去继续睇嘛、哦。所以即、這个，干看即个名，你著知影讲，即、這个是刻意的安排。即嘛嘛同款，我伫讲过去，就是讲即阵嘛是同款。你户籍登记，你若甲中国人结婚，你变中国籍；伊是山东人，你变做山东人。新帅囡仔也山东人，毋捌去过山东的山东人，去到山东人家叫他带包，对无？啊，家己要推推，家己已经变做台湾人，那毋知啊，哦，抑佫是山东人。这就是刻意的分化。啊，什么叫好兄弟？中原普渡的拜好兄弟吼，啊拜唔拜咧？拜迄个什么人？我冲给你看，这是在八里的幽燕宫祠啦吼，这
金汤啦吼，啊，这就加加啦尔，这款的吼，过来，这路边捌看这款水晶庙啊无？啊，捌看的吼，啊，这嘛是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吼，这些幽燕宫，都是基本上都是，咱互外族来统治。和统治者来给你屠杀，屠杀死的尸体，敢有给你放在壮烈士？无可能啦，嘛无给你收尸，给你等在路边。哦，啊，路边的时阵，啊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装卡的人全都挖一窟大窟的，把这挂人等等落去，啊，给抬，叫做好兄弟。啊，叫一个名叫做幽燕宫，幽燕大王宫、霸姓宫，就是拢在拜好兄弟。所以你也知影，咱拜这个好兄弟是纪念过去为台湾牺牲性命的人。安、啊、这有知影哦，这头壳的粪扫都甲你清一挂衣裳。还佫一个一个大部分爱穿，哦，这也佫是有人讲大文讲的物件。啊，奇民庙，啊，奇民庙在代什么人？移民啊，啊，什么叫移民呢？移民的由来就是讲，伊挖不完全政府，唔做一个台湾人来杀台湾人，啊，去有台湾人杀死的，啊，死去。完全政府给起一个庙，叫做移民庙、哦。所以这吼、哦，我伫网站写不义之民呐、啊，这叫做不义之民的庙。所以你爱知哦，倒报纸爱点头头看了。哦，这是思想的一件代志。移民哦是不义之民，啊，但是移民庙哦，就写包装。这是乾隆御笔，哦，啊，这嘛是移民庙，哦，起个遮大间新埔的移民庙，哦，这就是讲咱头壳内底藏的哦，拄啊点到头，咱唔知好兄弟是咱的，为咱台湾牺牲，啊，唔知移民庙是台台湾人，啊，他去甲拜，后边你拢免去移民庙啦，哦。啊！移民庙，结果我网络安尼写，真侪人都干嘛？讲我歧视客家人，欸、我讲还有客客斗嘞。客家人，吼、哦，有移民庙，泉州人嘛有移民庙，要做台干的人吼，唔、哦、是干那客家人要做移民那尼啊，吼、哦、要做了别啊那尼啊。漳州人嘛有移民庙。在洛港，我都去过一间泉州人的移民庙，但是香火无旺。啊，恁客家人哪会香火这么旺来拜移民？这恁来检讨。你无把这个土地看作你是哪主人，你该当作你家己是人客。啊，当作人客就是移民，都无迄啰保护这块土地的迄个意思。哦，即马有个性的客家人，人底下新客家人理论拢会写出来。哦，这两张地图是1683年拄啊，今年是占着台湾，是拢迄个时阵，一挂土地是属晚清的，有彩色，剩的一挂叫做后山啦。连名都没有了，哦、但是到刚好1812年以后，我加一个卡马兰，格马兰，即摆有一个客运公司叫做格马兰，哦，卡马兰，啊，卡马兰，即、这个就是五山来咱们家经营发展出来，哦，啊，因为遐带一个平埔族叫做格马兰族啦，哦。
完全政府考虑两年，呾无啥甘愿甲即个土地收归，即个温州管的土地啦，安奈无啥甘愿。啊，即即块土地创好势好势，当年拢爱个六个月个咧纳税金咧，吼、哦，啊你还阁无啥甘愿，原因是安尼啦，完全官员贪污啦。每一个土地吼，恁若开发好势吼，伊就讲，是嘞，即阮大兄个登记，早就登记阮大兄个，你爱个纳地租，啊，食无食是规套拢做会好，你袂袂使个侵落去哦，所以无甘愿啊，完全政府无甘愿。但是国不离三种啊，甲台湾吼，即卡马兰，即个土地挂进去。啊，剩的食拢叫做后山啦，吼、哦，后山搁一个证据，台北有一个石牌啊，吼、哦，就是甲平埔族的界界，吼、哦，也真侪即落记录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人的捡骨啊嘛唔对，吼、哦，捡骨嘛是骗咱台湾人，捡骨就是啥意思？咱有人在捡骨啊，应该拢是有捡骨的观念了，人入土为安，死去就死去，入土为安，大个就好啊。啊，你都该查一遍。原因是郑成功、李经两个人死了后，拢大个台南永康乡吼，周阿伯吼，丁阿廖大个去打。啊，万年政府来吼，嘿，看这两个骨头吼，早班的做饭呢吼。因为本身大家拢在要做饭嘛，啊，所以家学起来。啊，人讲啊，你来学一无？伊讲吼，人吼爱尽孝道，伊是泉州人，就爱去台泉州来学起来。同时呢，唔止干那学郑成功，别个囝也无啦尔。伫台湾迄阵有100多个吼，明朝的迄、那个。大神的波，拢该学，该等一上啊。学的时候，啊，人大讲啊，你现在学这无，四季拢有嘛吼、哦？尽孝道要该摕去长山台啊，啊，台人去用骗去。哦，注意，连接的都要甲你骗。哦，所以咱互骗偌济，哦，聊聊啊，你有这个思想，都爱去怎样讲政府的行为。统治者的行为无徛喺人民的思想，吼、哦，为清国就开始，吼、哦。人我看淡水马街，人带喺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日本的总督一个明石元二郎带喺台湾，吼、哦，带到带13号公墓，迄阵13号公园有停队啦。迄对伫南京东路吼，甲新生北路交接口迄搭吼，遐都是日本人的墓啦。吼、哦，人死哦，伊转去日本哦，做台湾总督去日本死去，但是遗书讲伊要带台湾，啊，他阁转来台湾带。啊，即马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吼，1949年中国人哦，哇，逃难来要带到蒙阿波上好。啊，就拢去大蒙阿波顶，他们蒙阿波顶头起厝，吼、哦，啊，到甲买手，到10多年前，才开始做13号、14号公园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大家无迁去三芝，吼、哦，叫骨，吼、哦，这是讲这个，啊，满清统治台湾，绝对袂互你知影郑成功在做啥物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。咱台湾有一种特殊的庙，什么李王庙？什么李王？两个王，就是讲郑成功、郑经啦。吼、哦，还佫大天父，天父就天父，就大天父，佫做一个大，就是唔敢讲正名，就是伫纪念郑成功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话安怎来？台湾话佫叫做葫芦话，葫芦。一个意思真清楚，就是黄河落水，洛阳即
这个所在中原的土的话啦，所以葫芦话都是发明甲骨文汉字的话啦。啊，留到台湾来，吼、哦，咱保留上多。你若要吟东西的时阵吼，都爱用个葫芦话落去吟吼，偏用个。咱因为葫芦话有八音啦，十五调啦吼，而且北京话干呐吼，五声啦吼，因为四声以外加上一个轻声啦，加一个轻声吼，五音啊，五音变那个八音十五调去来拼。我多，咱台湾话吼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讲白啊，白，这个名词怎么？啊，北京话讲白，个差一开，好、哦哦，所以葫芦它正式的文化，所以咱商朝的官话，所以咱叫做商汉语。哦，商朝的汉语，啊，这北京话是在北京的流传的，伊吸收着汉语，夹着胡人的胡话，胡说八道，好、哦，所以叫做胡言乱语，叫胡汉语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胡语了吼，咱就讲胡说八道、胡言乱语哦，胡说，哦，所以这。胡人哦，占着中原一千年，占着北京城一千年。哦，辽金元明清一千年。哦，辽耶律阿保机胡人呐、啊，这个是匈奴了哈、哦。辽金是温州人，元蒙古人，明汉人，清满洲人。哦，所以你也知啊，北京话是胡汉语。不是跟台湾话来拼的，啊，有个人讲台湾话有话无字啊，我讲有话都有字，这字在多。你若用个标准的这个汉，这个北京话吼，伊的字吼无超过一万字，但是康熙字典有五万字，五万字有。迄、那个唐韵就讲唐朝用葫芦音来发音的拼音法，所以咱也够加四万字出来。哦，你就知影讲有话都有字啦，吼、哦。咱有请语言的专家来他们家里教，哦，但这期佫多好伊无用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台湾民族。所以跟中国民族的同款，林玛丽，好、哦，即、這个我们咱老族无同款的会，好、哦，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八，好、哦，一出一本书啊，好、哦，咱台湾民族跟中国民族无同款族，好、哦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。这是清朝统治台湾吼、哦，有这个平海五策吼、哦，要平定吼，伊、哦、就讲沿海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沿海30华里的居民拢总迁入去内地。这个命令吼、哦，是汉民族死上侪人的一个命令。平一个迄个战争死的人较侪，因为30华里都是差不多15公里，啊，你迁入去，你行15公里，你迄阵也无车，我行的，啊，死的路中啊，枵死的，哦，一大堆，啊，到啊，会使住的所在，你嘛无位通住，嘛都还阁继续来对行吼，所以死几千万人，啊，即中国人拢无记录。温州人都是通敌者，吼、哦，啊，煞咯，甲所有的尊者拢烧献上，烧献上啊啥，所以互郑成功无迄个尊啦，吼、哦，
寸板不许下海，一寸板案都不愿落海，所以咱台湾人给乌水沟就是往水台船的意思，就是因为寸板 不准入海。啊，我去金门，金门人讲，阮金门树啊吼，拢叫陈成功错了了。我讲毋是叫陈成功错了了，陈成功是占有金门的，伊要错查吼，要来做船的，吼。啊，错了了是温州人个家己错了了的，即吼，即头壳嘛小歹去，吼、哦。所以阮林一关，吼、哦。第1599年，封蒙古人创作满洲文，所以满洲人日益强大。有文字45年了后，就往个不足30万的军队入驻中国，啊，佫占着中汉民族268年。哎，因奈遐敖，啊，汉人奈遐颓，卖讲人颓。即阵嘛在推，吼，伊安怎处理方法咧？即满洲人安怎处理方法？就是你要做官吼，互你做院长，啊，自然就讲海豚会转弯，对无？空空啊吼，对无？啊，不如互你钱，甲你寄付，吼，同款啊，钱。甲官位两项代志，啊，汉人就安尼，头壳空空空，跌去啊！哦，一跌去，佫内底佫发生一项问题，即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症，吼、哦，还佫一个水查某伫边啊，即是安怎呢？即伫1971年，伫水电修道斯德哥尔摩。斯德哥尔摩产生一个枪案，这枪击案件吼，强盗入去抢，啊，警察来包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强盗吼，规个啊专来欺负一挂银行的迄个职员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坚持6天，啊，尾就强盗输，强掠出去，啊，掠出去了后，暗度一挂受害者吼，全都拢。自由啊嘞吼，可以自由上班啊，自由啊，啊欢迎开庭。哎、欸，在审判这强盗的时阵哦，有一个小姐吼，甲强盗讲，这是温林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保护伊的温林，果介订婚。嘿，这个欧洲世界吼，讲人哪有这款人？伊是你的仇人，伊甲你。让你无自由，让你安怎无安怎，啊！你安尼过来保护伊，你即马有权利啊！所以无法度讲，这到底破什么病？所以好一个名叫 Stockholm Syndrome， 斯德哥尔摩症候症 ，Stockholm Syndrome。哦，这无法度，啊！咱台湾人有人得了这病无？吼，这吼也较厉害。我讲一个咧，吴佩雄就一个咧。吴佩雄因阿伯叫国民党台死，因阿伯是法官，啊，等咧南港桥卡，啊，因阿姆去甲南港桥卡找着尸体。这个尸体的时候应该是做法官是穿西装，西装拢白白去啊，穿一件内裤，啊，佮个 LP 挂起贴咧嘴。摩托回去，啊！这吴佩雄非但无去接庇国民党，佮挖去国民党，就对 Stockholm Syndrome。所以你即马要注意，也佮有这款病啦，啊，这款病会流传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，台湾有3种熊，熊啊，哦熊。一种较少的叫做无尾熊啦，无尾，啊，一只熊吼叫做无脖熊啦，啊，佫一只神经无正常，
吼、哦、三只，所以你就讲的时阵大家拢会记的吼、哦。啊，这过两年，在美国啊发生同款一个案件，赫斯特报喜的迄个孙女报喜，就是讲我有五个报纸，三六个报纸吼，报啊在全美国在发行的，这大有钱人嘞吼。啊，伊的孙女在旧金山去用绑架，啊，要值$1,000,000，这是1972年的时候，啊，人对方好$1,000,000，等落给你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孙女无回来，啊，无回来，讲条件，伊讲要值$4,000,000。伊讲好$4,000,000给你，但是你爱安尼做，咱安尼互相我掠不你袂着，啊，你也爱甲我的保证，甲我的孙女放出来，结果也无放出来，所以这$4,000,000也无可以啦吼，咁多这项代志到甲遮一抗战，但是过三个月了后，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有一个抢案，啊抢案录音机，咧录音机吼。就錄出來這個小姐，這個小姐你看有水嗎？拿 AK-47 去出去，她變成強盜了，這就是也是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了，這個打敗仗的戰勝國，這樣說你就知道誰人是打敗仗的戰勝國，這是1942年加上1940年，日本所占的所在红的，啊，遮吼沿海吼，只有几点吼，大都市红的啦。其实皆沿海拢较起的，拢变作日本占的啦。哦，啊，他是打败仗，啊，打败仗啊，来个台湾变作战胜国，所以这个民族我发明的叫打败仗的战胜国。啊、你就知道你对这个打败仗的战胜国、哦、为什么发生二二八、哦、都靠观念、哦、啊，蒋介石跟黄金公上来台湾那胡说八道、哦、他那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了、哦、再去上海的那个银行的地下室把黄金搬出来，请问蒋介石，你若是蒋介石，你要搬去倒位？安全的所在嘛？1949年台湾有安全无？无嘛？伊敢要囥在台湾？拢嘛毋知送到美国去啊，送到南美洲去啊，所以无可能来台湾。啊，来台湾有人看到、哦。陈思孟就讲，伊有发在演讲，伊讲伊去看，去新店看，看到虾米呢？金杯啦，银盾啦，吼、哦，即款吼拢毋是999的，所以吼、哦、派出去啦，所以就过来台湾，即款有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也知影，吼、哦，即个咱就较无讲啦，吼、哦。汉民族奈何奴化的原因，吼、哦，爱怎样？这个儒家甲统治者的关系，哦，甲科举制度，所以统治者利用儒家加上科举制度，等于奴隶了，哦，因为安怎呢？儒学跟败。不是歹，去予统治者运用歹去。吼、哦，孔子讲歹人，绝对嘛不是歹人。啊，但孔子的理论去予歹人给运用，啊，就变歹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孔子，啊，这科举制度哪有歹？哎、欸，科举制度选贤与能啊，真好嘞。哎、欸，但是经过中国人。科举制度所考的题目，干那为一本书出来，这本书叫做《四书五经》。
所以人荷兰人、英国人，地球十几啊年啊，来个台，来个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也唔也袂晓画经度、纬度，甲台湾合作二三十个名，你做做知影？头壳无进步，所有的巧的人，拢伫四书五经内底。得到四书五经，得到功名利禄，一千年来，哈，你当中有十万人得到功名利禄，哦，啊，这十万人是中国上巧的人，啊，拢去做笨手代志，啊，这个民族敢会进步？人已经开枪啊，你还搁在躲啊？你人来人去，哦，当然嘛输人，哦，这就是，这就是爱跟你讲。跟咱讲的吼，啊，以前底下种统一吼，啊，即马在咱民政府绝对无会统一的吼，因为中国就是中国，台湾就是台湾，一边一国吼。但是咱台湾民族英勇，课本拢无教，我等下只小下讲一下。荷兰时代计划一，哦，计划一空。荷兰，哦，无成功，哦，去用台九千人，哦，啊，迄阵拢总嘛，呾到个荷兰人撤退的时阵，汉民族嘛呾十万人来尔，啊，台十分之一的人，是，哦，完成咱有水鬼林双文地条村，每次起义。拢成功，拢甲即在地即满洲兵拍啊，走啊走无路。但是每次吼拢失败，那失败呢？因为靠家己的力量，人满清一次征兵，二次征兵，三次征兵，甲三次派兵来个台湾，甲林双文台死，吼林双文抓起来。啊，这个晚清的时阵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无靠外国的势力，未成功。你即马注意看卖哦，即马所有的国家的革命哦，那咧革命，那无外国势力哦，保证未成功。虽然迄个国家烂，嘛未成功。哦，日据时期，甘大师瓜剃后林小鸟。这是抗日三面，一只狮，一只虎，一只猫。啊，个日本人猫个吼乱七八糟，吼、哦。甘大师北部淡水的人，吼、哦。瓜地虎中部，我即卖高崎遐。我去高崎问高崎的人，瓜地虎知影无？嘿，敢若知影嘞，吼、哦！所以哦，也无去啊。林小鸟，林小鸟是屏东阿狗的人，屏东以前叫做阿狗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凭着台湾的力，吼、哦，对抗日本上科技的迄个军队吼。哦会战七年，啊，七年耍落有二十年的，有十四年的迄落革命，吼、哦，拢总二十一年，大概台湾平定，吼、哦，这日记是记，啊，客家人有吴唐兴、徐湘啊、江少祖，江少祖即卖吼在中部。诶，江宅吼，就是江少祖的迄祖先。日本时代有西南蛮革命事件，吼、哦，吴清峰、罗俊、江丁，这个所在吼，这个西南蛮安事件吼，没去失败，因有科学的做法，啊，但是失败，失败，满清政府哦，诶，不，日本政府哦。都往个翻译来给你判刑，判将近一千人死刑了。啊，日本是
有国会啦，啊，国会议员讲，地少诶，一个革命活动，你判死刑一千人，互你台死也无算，伊外国按判刑一千人死人，哦，临时处分就是临时甲你台死诶，迄拢无算数，啊，佫判一千个人死刑，啊，所以，哦，台湾的总督讲好啊，啊，国会议员就伫甲咱弄安尼吼，好，啊无停止死刑，吼，哦。但是已经300个人去被刣死了，哦，这就是西南的安事件发生的地多位，现在的玉子，哦，以前叫做达巴尼，哦，啊，达巴尼，哦，大概日本话叫做塔玛就叫它的意思，所以玉子，哦，所以地名是这样来的，哦，还有武侠事件莫纳鲁道，哦，这个就是即马有一出电影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阿好兄弟，咱有解说了。啊，台湾人是中国革命之母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民族的形成，我有小可解说，就是讲，咱来是来打波的，啊个混合吼，并不足，所以咱85%，吼、哦，是并不足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到个今仔日。咱的民族英雄受人崇拜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全台湾唯一的阿武王氏，吼、哦，这啊，这是一挂阿，吼、哦，你看卖，这一挂阿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朱一贵，吼、哦，这个庙的，即摆会使甲你猜下了，吼、哦，已经袂使猜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咱早起有迄、那个。地主宅吼、哦，这都是发生吼、哦，1970年苏黎世吼刺蒋案，吼、哦，诶男主角，迄、那个地主宅都是今日早起来伫演讲的吼，系、哦、啊，啊，咱吼、哦、第一台湾文字台语吼，他都要讲，有人讲台语就是闽南语，这拢唔对，闽南伫倒位？闽江以南叫做闽南，啊，闽南讲的话真侪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葫芦话在讲的所在吼，是中国有七个省，拢安尼，这个所在拢有在讲葫芦话，吼、哦，讲这葫芦话，有江西、江苏、浙。江、哦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岛，拢在讲葫芦话。哦，就讲迄大臣撤退，迄个嘛讲葫芦话，或浙江嘛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真侪海南岛真侪所在吼，规个都市拢个讲葫芦话。哦，啊，你若去新加坡吼，伊遐嘛讲葫芦话。那叫做潮州话，还是叫汕头话啦？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拢是葫芦话之一的。所以讲，以前咱的迄个国语就是葫芦话。尤其在郑成功统治台湾的时间，38年、39年的时间，的国语就是葫芦话，因为泉州话就是咱的话，吼、哦，留来吼。哦啊，搁刷落哦，这个爱讲，世界上巧的民族，台湾民族，台湾人敢有世界上巧？我伫写资料时哦，超工去调查，这本子写的大概2006年，啊，所以摕2005年的资料，美国发表2004全美国发行。专利证书出去的吼、哦，头一名美国人80000件，第二名日本人16000件，第三名德国人9000件，第四名台湾人6400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第四名嘞吼、哦，结果你若照人口数来去读一下时吼，咱变做第二名。
美国是平均300人一件，咱平均270几个人一件，日本人在咱的后面，啊，不是咱第二名。但是你还知道，你要去美国申请专利，拢爱用英语的，哦，所以咱台湾不是英语的民族，所以差10%来了是无差着，所以咱台湾是世界上巧的民族，安奈上巧，因为咱吼有混血，每一个人拢同款，吼，你只手个边落去讲，只有一寸吼，还是脚尾枕头啊有鼻寸吼，这拢是吼结果，吼，咱的人较巧，啊，最近的报纸嘛定了底下，咱去迄落世界即、這个。一个我讲你国籍都一个，伊讲美国啊，我当然嘛算美国，你咪算台湾国啊，啊，但是像这款呢，就留喺美国嘅迄边去嘛，吼，因为美国嘅度量较宽嘛，吼，虾米人拢会使欢迎嘛，吼，对。礼拜八嘅原因，咱嘅时间吼啊就要到啊，吼，所以礼拜八嘅原因稍微解说一下。国民所得，台湾第二礼拜以前，第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咱的国民所得是全亚洲仅次于日本，对日本第一冠，咱第二冠。啊，中国是毋知第几流啊，啊无统计啊，无法度啦吼。所以咱的国民所得，咱的教育，咱的识字率70%，中国人八字的3%。哎，安尼才较侪，哦，因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爱去受教育，你若无去学校读书，是变作犯罪，哦，啊，一定爱家己掠去读书，所以台湾人识字率就高。啊，中国人你要读书会使，交钱来，来私塾读，所以剩3%嘛，所以叫3%的人来管，嘿。无水准的中国人，我发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我一个同学是原住民，姓全呐，全部的全。我讲啊，你那姓全，这个全这个姓吼，汉姓真少，无人姓全呐。韩国人倒是有啦，姓全部的全啦吼，全斗焕啦吼。伊讲你们唔知，我讲啊，你老爸姓啥？伊毋知甲讲啥，伊讲因阿叔姓金啦，金门的金啦。我讲恁阿叔姓金，啊恁还姓全？啊伊讲户籍员都讲加两点减两点同款，对吧？啊叫迄种唔捌字的来伫甲你管的吼，现在袂二二八，那也袂发生。哦，啊个法律，咱台湾人守法，中国人。无要修法啦，吼，胡说八道啦！啊咧，以前咱厝的迄个围墙拢结结啊，吼，啊，拢门的拢挂迄个户长的牌啦，吼，门牌，吼，啊，中国人来门牌摕起来，吼，啊，即变有围墙，啊，因为中国人强多了，哦，啊，寿命，咱台湾人的寿命有平均，迄阵日本人的男主。拢迄阵无算女主啦吼，男主平均49岁啦，吼，台湾人差不多是41厉害，吼，啊中国人我看无到30岁，都是卫生等等拢伫台湾之后啦，啊来个台湾即个所在吼，我头一遍我看到中国人讲，哎，安怎有迄个马脸呢？吼，我惊一个。我一问，小学一年、一二年的那年吼，看到中国人马脸啦，
咱台湾拢爱种牛痘嘛，迄中国人拢无就即落卫生观念吼、哦，所以礼礼拜发生的原因，为即个物件，即、這个角度甲切入去，也够甲你抢钱。恁兜以前拢真有钱，但是我四万甲你换一箍，看你要偌有钱，对无？甲你换换意思个嘛？个四万甲你换一箍，我钞票直直扣扣伊，印四万八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中国。我哈今日讲啊只吼，安尼一个段落，啊，搁刷落去吼、哦。咱啊爱休困十分钟吼，爱有这个分组讨论吼，分组讨论吼，我先刷讲一下吼、哦。咱有迄、那个咱的议长吼，甲我吼，也搁有咱的。副主席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潘良华吼、哦，为屏东起来吼、哦，这个台北的登记在台北的吼、哦，甲台南吼、哦，